啥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啊，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。小迷糊真乖啊，来我再给你看啊，秒截团啊，家们啊，猫砂秒截团啊，看看猫砂好不好就完了啊，看看猫砂行不行，看看好不好，家们秒截团猫砂啊，来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啊，来看看咱家猫砂截团速度快不快啊，看看猫砂啊，家们它爱不爱睡，家们啊，你看看啊，猫砂特别好，而且它是一个细砂啊，不起灰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细的一个砂啊，强凝聚力，不散团，清理不费力啊，这个猫砂拍一吃接收到货是两袋猫砂啊，两袋小猫砂啊，你多开多久了？老爷说啥呢？他老爷在这卖猫砂呢，他老爷在这卖猫砂呢，家们啊，想买猫砂的好朋友们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啊！哎，小老七怎么样了？小老七那什么了？就是让那个，我在上医院看了，就是他那地方就肿了啊。就肿了，然后呢，你们想听为什么的啊，咱们可以上马路的鞋那个啊，看咱们去直播啊，家们，咱们每天晚上十点都会正常开启咱们的直播啊，都会正常开启咱们的直播，猫砂拍一发两袋，家们，猫砂拍一发两袋，日期是2023年5月9日生产，咱家这款猫砂啊，看不着啊，在干燥的猫砂盆铺设6到8厘米的猫砂。啊，这个猫砂家们超低含水量，颗粒超低含水量啊，尿液吸收更强大，一铲一球不费砂。一铲一球不费砂，家们看不着，一铲一球，家们尿完之后直接秒截团，直接秒截团啊，一铲一球不费砂啊，哎，非常的速度啊，想买猫砂咱们抓紧拍一单猫砂，一点不费劲，猫砂直接拍一发两袋，名字是一样的啊，直接拍一发两袋啊，拍完了没有？拍了大伙咋拍了啊？猫砂拍了大伙咋拍了啊？19.8啊，19.8两袋，一会儿三 D 就下播了啊，家人们，一会儿三 D 就下播了啊，没拍猫砂的咱们抓紧拍的猫砂啊，哎，对面的名字，三又是拉布拉多，啊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你家的蓝猫去哪儿了？蓝猫，你看看我们家的啊，看看我们家的猫咪，看看我们家的猫咪啊，我们家的猫咪，我们家的花卷子，我们家的大包子啊，我们家的大包子，我们家的花卷子啊，这是我们家的大包子啊。下播干嘛？接着播呗！啊，想看直播，咱们你家们，你告诉他我在我你告诉他怎么才能看咱们的直播？家们啊，请告诉小朵朵，告诉小朵朵怎么才能看咱们的直播？怎么才可以继续观看咱们的直播呢？有知道的，待会儿告诉小朵朵一声。怎么才能每天都能看到咱们的啊娱乐逗狗的开头们啊，咱们拍一单小猫砂啊，我要看老四了，请告诉下雪天的萧寒，家们告诉一下子下雪天的萧寒，咱们在什么地方能看着我四哥的直播，家们在什么地方能看着我四哥啊，家们猫砂买一袋送一袋，买一袋送一袋，收到货直接是两袋啊，收到货直接是两袋啊。来这边风格都变了。我闭嘴是不是就回来了？
我是不是一闭嘴一下风格就回来了？主播有没有退热呢？有没有退热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咱直播间，家们，你说为什么这人少呢？你家们，你们有没有礼物？你们送，我看人，我怎么就？怎么是有送礼物的吗？我咋没看着有送礼物的呢？是有送礼，一号麦是不是送礼物了啊？一号麦，潇潇，下雪天的潇潇，这明今儿不肯定是送礼物？他送的什么礼物啊？送什么礼物？因为开播少，我也看不懂。抖音我也看不懂，你不来这边，所以没人气。哦，这是薄荷是送的啤酒吗？这是送的啤酒，这是送礼物了吗？冰雨，这是送礼物了吗？啊，哎，所以不喜欢来抖音。三八第一次来吧，上次的时候也来，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，很久很久以前了。家人们，荧光棒，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。经常来就好了。家门，那你说我经常来卖货呢？没买猫砂的好朋友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。今天猫砂有活动，咱们的猫砂今天有活动啊！收到货直接就是两袋啊，家们，现在收到货直接是两袋猫砂啊，家们，因为咱们家嘛就要清理库存嘛，不能那么说。那么说一会儿又提示了 ，I'm sorry， 又提示我了，拍一发两袋啊，买一袋赠送一袋啊，买一袋赠送一袋，没拍猫砂的好朋友们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啊，随机，对，以后随机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啊。我也看不懂这门是咋回事啊，这里业务不熟练，才开始播经常违规，我家狗粮就买了你家的，感谢 AP 先生啊，感谢 AP 啊，但是你们想看咱们家直播的原先在哪看，现在还在哪看啊，原先怎么看现在还怎么看啊，风雨之后，我家狗粮全是他家的，全是。猫砂拍一发两袋，家人们拍一发两袋啊！一袋是5.6斤，咱家猫砂一袋是5.6斤。这个猫砂主要是结团速度快，知道不？而且啊，没啥味儿，去味能力强，吸附臭味能力强啊！你看。你看小猫砂，你看，猫尿完了拉完了扒拉去呗，你让它扒拉去呗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哎，拍一收到货，直接是两袋猫砂，收到货直接是两袋猫砂，想买猫砂的好朋友们，咱们抓紧拍单猫砂啊，
猫砂马上就没有了。猫，家人们没拍猫砂的，咱们抓紧拍单。收到货直接是两袋，一袋是5.6斤，两袋就是11.2斤啊！是不是小迷糊？小迷糊，小迷糊，老爷问你，两袋猫砂是不是11.2斤呢？小迷糊，是不是11.2斤？音浪是什么东西？你这音浪什么东西？这么音浪啊？音浪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音浪，音浪是礼物吗？嗯，音浪什么东西？嗯，怎么突然没人说话了呢？哦，小牛真帅啊！音浪就是米啊，音浪。那我这是有，我这是多少个音浪哈啊？本场直播187个音浪，那187块钱吗？啊，187个音浪，我刚才才刷了99个，下雪天刷了99个音浪，不可能99个吧？你刷这不111个吗？111个吗？猫砂拍一发两袋，猫砂拍一发两袋，想买猫砂的好朋友们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。感谢梦里会飞，感谢我梦里会飞，梦里会飞，我咋没看着他呢？梦里会飞，他刷的什么东西？他刷的啤酒吗？他刷的是啤酒吗？不是说秒猫砂9块钱吗？9.9块，家人们，合到一袋9.9块吗？对不对？19.8块两袋，合到一袋9.9块啊，家人们，我看那不出视频我说的吗？家人们，有想要猫砂的话，晚上可以来咱直播间秒一单，家人们，合到9.9块一袋，对不对？合到9.9块一袋，还刷了几个小心心。刚才那刷是啤酒吗？这一个啤酒咋这么便宜呢？这啤酒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咱们家那头一个啤酒1块钱，在这一个啤酒1毛钱，在这边一个啤酒1毛钱呢，一个啤酒啊啊！拍那木耳发货了吗？你们买的木耳都发货了啊！家人们，是19.8两袋，家人们不要理解错了，是两袋，不是一袋。啊，我刚才出视频的时候我说的是合到最后合到一袋是多少钱，家人们，一袋是9.9，合到一袋9.9啊，两袋这不19.8吗？19.8这不两袋吗？是不是小迷糊啊？19.8这不两袋猫砂吗？啊，咱替3D上一波猫砂啊，家人们，替3D上一波猫砂啊，来下方小黄车替3D上一波猫砂啊，家人们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的直播间啊，想买猫粮的家人们啊，你可以拍一下咱们家这个猫粮啊，咱们家这个猫粮啊啊，咱家这个猫粮是咱们家花卷子和包子一直都在吃的猫粮啊，非常的好啊，大猫小猫都能吃这块小猫粮啊，需要猫粮的话直接买第2号链接的猫粮就可以了啊。哎，猫砂是19.8两袋，38是不是今天第一次直播？我以前也是我播过啊，为啥不播呢？因为吧，这玩意儿整不明白，再一个这边没有那么人气高啊，这边没有那么人气高，就不爱在这直播。嗯，不爱这么播，我以为是假的呢。那迷糊还能假吗？你可我可能能有假的
啊，瞅 3D 可能像假的，但你瞅迷糊能是假的吗？瞅迷糊肯定不是假的呀，对不对？嗯，晚上必须播呀，晚上播呀，家人们啊。没买猫砂的好朋友们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啊！家人们，没买猫砂的好朋友们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，今天拍，今天拍，明天发，三天两天就能到家啊！家人们，今天拍，明天发，三天两天就到家啊！没拍猫砂的家人们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啊！拍收到货，直接是两袋19.8，直接是两袋猫砂啊，19.8两袋啊。哎呀，不在这，不在这播，不播不播，嗯嗯，多重？一袋是5.6斤，一袋是5.6斤，两袋，两袋的话就是11.2斤。两袋加一块是11.2斤啊，家人们，这两袋猫砂加一块11.2斤啊，两个，这个是猫砂砖，家人们啊，你看两个猫砂砖加一块是11.2斤啊，合到一袋才多少钱？合到这一袋才9.9啊，合到这一袋才9.9。啊，没拍猫砂的家人们，咱们抓紧拍的猫砂啊，11.2斤啊，两袋加一块11.2斤啊。啊，咋在这播了呢？突然就是想在这播一下子，突然就想播一下子，嗯，家人们，啊。